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人看人恶路，鬼看鬼婆都的鬼婆啊！我是吃胖配可乐，心嘛免烦恼的主播。来，咱今天要来讲的故事啊，咱历史上非常的出名，而且有个代代相传的一个故事啊。是的。你讲的一定是咧三朝定姻缘，娶到秋香做新娘的东壁个点秋香的故事哦。好，新郎新娘水当当，裤袋破一空，到底偌大空？空空，这大空，我的一空一空，这大空，到底伊有偌大空？伊是真正这大空，偌大空，这大空，偌大空，这大空，啊，真正伊是这大空，伊的裤袋这大空，新娘胖得出大厅，计无三工土地。实在真歹命，嘿，惨惨，我的亲戚惨，实在有影真凄惨，到底伊有我凄惨，伊到真正足凄惨，我凄惨，真凄惨，我凄惨，真凄惨，伊到真正遐凄惨，真正了连拖西连哦，伊到真正有够真凄惨。是啦，真好，咱今天来讲个故事，唔是这個。对你安尼唱规半波，啊你嘛安尼对我唱，唱我当下变变叫，结果咱唔是要讲这個故事哦。今日要讲的故事，才是历史上真正出名《三国演义》哦。这个三国才是英美法三国，亲像美国的布鲁斯威利、汤姆克鲁斯，还有嘛离婚、里奥纳多，常常咧看开迄个狂乱性 party， 啊，搁有这个英国的苏格兰招弟，这三国演义见有够乱，所以叫做《三国演义》。还比较慢出来，怎么搞的？接啦！哎，小伟，你去到你这，哦，不要，别变瘦下，差点摔倒，对吧？这样他变强掉。啊，有在讲个中国的啦，莫别讲啦。哦，今天是要讲中国，你刚才讲啊，你搞唔知呢？讲啥？你几年出的？四十五啊。四十五都搞唔知呢？哎呀，好啦，三国演义故事到底是如何？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国家会创到最后出来分三国呢？精彩的故事，赶紧开始讲落去啊！是的。就在东汉这个末年啊，宦官外戚轮番争权，贪官奸臣趁机夺利，政治会使讲是非常的腐败，所以在混乱这个局势当中，民间都出现了真侪忧心人士，趁到这个机会集合起来，一刀无反咯。哎呀，国家乱糟糟，个人要造反，真正是一个乱世啊！是的。一阵反贼在城内作乱，放火抢劫，不怨无天，将阿伯是坏行霸道，甚至连巴肚疼嘛，四界乱放，放到规城内底真正臭毛毛，因为乱放，所以真乱。这个事件就是咱历史上正出名的黄巾之乱啦、啊。你真的是个屎尿至尊啊！我哪讲这唔对啊？黄巾之乱是你讲，因咧作乱时哦，大家拢绑一条黄色的头巾。你讲的黄金是迄个物件，黑白讲，你讲正经的啦。嘿嘿，歹势，无正经的，同我讲。无正经。慢了。I got a gout， 你这个噔，这个 gout 脚痛痛啊。Oh yeah， 哎呦 yeah。OK， 又开始说一下。OK， because 呢，你可能会练旧，你扛这个破头牙，你叫做谁帮牙？哇，你是个公傻仔。哎呀，帮我，有人练旧哦，看到正牌哦，扛猪牙，谁帮牙？葡萄牙牙牙牙，不不不，我们闽南话是香猪牙、葡萄牙、西班牙，对吗 ？OK， 好啦好啦好啦，只要卖叫我跳舞哦，你叫我讲啥吼，我拢讲给你听啦。哦，来啊，各位大家好，我叫柯浩顺，今年四十岁，已经娶某生囝，今年的生日哦，过得真艰苦了。诶，是领导的代志啦，讲这件的都告诉我。好啦。我就带咱家人乱乱吼，我较早咧家人第一欢喜做五年的发劲吼，阿妹啊，你是咧讲嘛？爱卖讲，后下再咧继续是讲口号顺的意思嘛？来，我讲啦，关公有一个口头禅，关羽，所以关公又叫做关羽啊，哎对不对？关羽是安尼来哦，系啊。哦，好，那安尼了，这个关公也过是小辈哦，写做山山扁扁干干，所以叫做吼。关大
关公爷咩咪叫做关大？哎呀，瘦瘦扁扁干干，哇，是真个假？真个啊，有一条我是安尼唱，关大啦咩啦，我一度关大啦咩啦。咱这个民间有这个黄金贼作乱啊，在这个朝廷内底嘛是同款啦。哇，有真侪人哦，趁机用兵自重啊，嚯，占地为王。亲像这个孙权就占领了江东，统治这南方。另外，还有这个曹操更加是野心勃勃啊，而且呢，竟然呢，掠这个皇帝去做人质，号令天下咯。你的意思是讲孙权是吴国的大王吗？无，我无讲哦。嘿，这个有一句话是吼，这个越王勾践，吴王夫差，所以哦，吴王是夫差哦。哎，讲唔对，嘿，吴王应该是万岁，因为有一句话讲，吴王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哎，慢，我想起来，丢了丢了，孙权丢了。对啊。吴王是孙权，没错。另外，你的意思是讲魏国大王是做错吗？无，我无讲哦。这魏国的大王叫做捐躯哦，因为有一句话叫做魏国捐躯哦。喂，我想起来，这个是做错我唔对啦。哦，哎呀，你大伯吼，弄个这个意大动作轻点，较甲我威胁无？你是要甲我断落去哟？杀人不见血啊！意大甲他轻，我讲你要注意。哎，继续讲故事啦。原来就是因为这有心人士啊，在那立正挂断，无怪国家这样的分裂啊。是哩。讲到了这个周楚，伊不但是一个野心真大、心机真重的人，而且伊嘛是全世界走了上紧的人。嗯，你是咧讲啥？周楚是全世界走了上紧的人，除非是专门讲有啥物证明吗？当然嘛有证明，敢唔捌听人讲一句话叫做“说曹操，曹操就到”啊？你若是咧美国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在高雄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啊，伊速度有咁紧？借问周楚是三太子呀？哦，原来伊是三太子。你讲的哦，个人做只，个人打队长的去拄到香港卡。喂，好啦，后甲咪拢咧乌白讲。嘿嘿，我是咧问讲，你这乱世当中，真侪人咧争权夺利，国家乱七八糟，但是敢拢无人想讲要讲哦，汉朝兵丁乱世人跳出来吗？当然嘛有。在这个爱国的祭祖当中，有一个身为功夫汉朝哇，底下无用的人，伊就是汉景帝后代子孙，敢无无人伊老皮吃袂你的老皮啊！人是老皮，不是老皮，讲个才歹听。老皮出现咯，故事继续发展落去，赶紧讲落去啊！是哩。喂，哪咪讲到你啊？目屎飞袂你哦！就在这个有一天，这个老毕在城内看到一个故事，故事的内容是国家准备要招募义勇军来消灭黄金贼。这个、老毕看到这个故事了后，马上就摇头，而且长叹一声：“哎呀！”就在刚刚的时阵，刚刚的时间，徛在老毕后面有两个人开嘴来对伊讲话咯。喂，男子汉是咧土生土长，国家有难，咱都要赶紧跳出来帮忙啊！是啊。光靠我们两个人的杀气，就可以抵挡千军万马了。小蛋嘞，咱今晚那边第一批变国一批，经过的气氛，你也在讲第一批了。那个，哎呦，我将军出来，哇，是的，难讲呢。光靠，差点把那人更靠，更靠是啥呢？光靠什么？咱靠咱两个人的杀气，就当抵挡千军万马。哦，办不到。别浪费大家时间啦！这头前老毕听完恁两个讲话了后，马上就讲话了。敢讲恁两个人就是传说中的孙悟空跟猪八戒吗？恁个师傅东山东走去倒，伊拄只跟天师公主下落是安怎？卖啦！
白来，你去甲大家分析嘞。太谢了。讲话迄两个是关公甲张飞嘞，什么孙悟空甲猪八戒？哎，你讲正经的。讲正经，无正经的通讲。好啦好啦，大家来吃饭来吃饭。唔好，只要卖叫我跳舞，不耍了，我啥物拢讲。哇，你特别拢，一个吉他都提来当作枪安尼甲对哦，我记得。我你讲，这个故事来到这个所在，这个时阵呢，志同道合的三个人当场决定要合力去消灭这个黄金贼，哇，攻破汉朝，而且选在桃园来结拜兄弟，这就是呢历史上人人拢知的桃园三结义哦。三结义了，搁说去到底是安怎样呢？这桃园三结义了后，马上就去石门水库吃活鱼三只，最后去中正国际机场坐飞机，个人回去。喂，那因有去阿母平的露营烤肉无？这当然嘛有，那是已经是攻破汉朝，天下太平了后才做这去的，本来搁在石门水库过船啊。卖啦！这无已经开始半点外钟啊啦。干妈，干妈，卖搁等啊好无？拢无去讲着主题啦，拢无讲着故事啦。看起啥呢？我请教你哦，因三人结拜，年纪拢差不多，拢差不多平大。安尼是要什么人分是大兄，什么人是小弟呢？是哩，我讲给你听哦，因三个人真正是年纪差不多，拢白大，所以感觉上哦，家己拢应该做上大的。便开始伫安尼哇，你争我大，你三句我两句，讲到嘴甲传播。最后呢，张飞就建议讲，归去咱八球啊来决定什么人是老大呀、啊。哦，三个人是狗呀、啊。用八球啊来比赛，结果胜败如何？是哩。当场就看到这个张飞一拳头就爬到这个树啊顶，关公甲他爬到这个树啊腰所在，这老逼，那干脆规气徛咧涂骹，根本就无振动。哎呀，安尼胜败已经证明，迄个张飞一定是老大。哈哈哈，代志绝对唔是幽灵的崩空所想安尼。观众，这观众朋友看节目，会使免用头脑无要紧，这想就知。喂，安尼啦，我甲你讲啊，这个是非常的简单。张飞看到自己已经爬到上高，便大声对着老毕来讲：“老毕啊，咱三个我爬上高，所以我是大兄。你即马徛在涂骹，安尼你做上势。”老毕讲话了 ：“No No No，、欸、应该我是大兄才对。”乱讲！明明我都爬上高，你搁徛在涂骹兜，你哪会使做老大？哼，当然我是上大，因这树啊，拢是为根来生起，然后无根免哪有树啊哩？表示讲无我。免来有恁，所以应该我也是大兄才对啊。是哩，这个张飞听完了后，马上哑口无言，张牙结舌，无言以对。当下伊三个人都决定，老毕上大，关公第二，张飞排第三。哦哦因为这个关公跟张飞拢真钦佩老毕的这个智慧，感觉呢，伊是一个有品德、有才华的人，所以呢，两人嘛叫伊叫做刘德华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谁也逃不离我，无情无爱是谁又何必 ？Thank you， 老子，哈哈哈。大家好，我是蔡秋凤。关羽是安尼来哦，系啊，哦，好，那安尼了，这个关公也过是小辈哦，写做山山扁扁干干，所以叫做吼关大。关公爷咪叫做关大，系啊，瘦瘦扁扁干干，哇，是这样叫。真个啊，扁扁大大，关大关大，因为一条歌是安尼唱，关关大啦咩啦，哦伊都关大啦咩啦，关大啦咩。关公英雄没叫做关大妹啦，关公英雄没叫做关大了妹啦，关公英雄没。观众朋友，他唔爱音乐啦，做作忝的，放啊未准，啊乱混一。哎，这是人个人的风格，你好啦。我跟你讲哦，关公也过是阿姊哦，是一个菩萨哦。哦，系啊，人家只是一个菩萨。系啊，伊叫做吼
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是广东人这些。哎呀，我讲话无唔对啊！你像你这些哦，真爱拉南湖哦，所以也够一个名叫做南湖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。请问你是讲煞未？还未讲完，我跟你讲，讲到这个张飞，伊嘛有一个阿姊，甲一个小弟，伊阿姊叫做横竖法师费真林，伊小弟叫做小哥费玉清。晚安。哎，有听到这无？是你，太济啊！你靠了我行一下像。晚安，晚安。再说一声 ，See you tomorrow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这部戏要几点钟的？侬还没讲到故事。干嘛呢？哎呀，干嘛讲？行，我几点钟还没讲到故事？阿侬感觉怎样？你个人是你个人身体败。身体歹，你敢会使好好啊讲三结义了，说的去是安怎？话那要讲透底啊！目屎是飞袂离哦。这个老官长三人马上加入了这个义勇军，四界呢去围剿的这个黄金贼，而且呢每一班呢拢是大获全胜，无外久黄金杰全部的那个投降。哎，现在黄金杰是谁？黄金杰，哎，黄金杰跟元宵节无共款啦。真济哦，就专播导航，老毕正经升做将军咯。哎呦，老官长三人真正太厉害了，老毕马上就要攻破汉朝咯。白痴并不是白痴，只个人所想安尼。讲啥？无啦，大家看知影嘛？哈，两个啦，啊两个。这个每一摆拢是大获全胜，这老毕最后竟然在这个战争当中计划失胜，说起好，这吕布来打败，这老毕军队兵败如山倒，血死，倒一倒，非常的惨淡啊！哎呀，其实海龙，那是兵源不足，攻我大业是无法度通完成，三人到底是要如何是好呢？这个东华云三个人都感觉非常的奇怪，这个吕布应该是每一摆烧钱拢会输才对，哪会第一只去赢去呢？为什么这吕布应该是会输？伊是个真厉害的大将军啊！难道恁捌听过一句话叫做“屡战屡败”吗？哎呀，这胜率会去排定败啦。哦，啊，讲伊有个性非常无好，所以有一句话叫做“屡试不爽”。吕布跟吕是无共款，我别讲嘛。咱无共。故事长得紧张，赶紧继续讲落去啊！是哩。因三个人和这吕布打败了后，决定要去投靠这个袁绍。就阮小子来打这个曹操，但是人选不如天选，小官不如大官。就在老毕甲了阮小结兵进前，阮小的大军竟然叫曹操来打败咯。哎呀，搁耍落去咧！老毕伫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无声，情况之下，只好暂时来退守荆州咯。实在是太不幸了，因退守荆州了，敢有发生什么款的状况吗？是哩。因三个人退守荆州了后，哇，去拄到一个姓蔡的人，人人拢叫伊是小蔡，这就是后来呢，真出名荆州小蔡由来。荆州小蔡不是荆州小蔡，你故事若讲到就讲歪嘴，你足奇怪。哎，这讲一大家趣味一下，你安尼计较？啊，今日来这，若不是要讲笑话，你规日，咱都来去看，要去警察局，还是来欢迎听？听看人哦，宣布来看，迄个足严肃的。你若要叫我家人欢迎，我足熟的，台北欢迎，迄电欢迎啊，高电欢迎，拢阮同学在内底。啊，我煞未记着，你讲拍卡办有关过？有冇看？你要做法警哦，拜托的。故事唔知使继续无？欢喜趣味的，无休困者。啊，不然不然先备一下便当，好嘞。来，这个时阵老毕。在荆州攻搞到这个豪杰，为着要来攻好大将做这个准备，这个时阵有一个朋友向伊来推荐，在山口带一个非常厉害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一个精通兵法，当下老关中三个人准备要去拜访这个人咯。要照拄安尼形容起来，这人真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！如果伊来做军师，老毕攻好大将都有希望咯。是哩。因三人到位了后，看到这个小猪，甲到这阿亮啊，牵手走出来，同学就知影，吼，伊要找这个人，军师名叫做
猪角梁。小猪啦，猪角梁，猪角梁是人的名呢。哎，安尼就看会出来啊。系啊，啊，就小猪角梁啊。别安尼讲，我嘛会晓讲啊。哎，安那边啊，搁有一只龙甲一只扇子走出来，伊嘛知伊的名哦。有一只龙甲一只扇子走出来，是啥物名？龙甲扇有无？龙甲扇，好好好，要转大家来转，安尼好。伊搁看到一只蟒啊，甲一个龙山狮，吼，为啥行出来？伊嘛知伊的名。蟒啊，龙什么名？系啊 ，Hello。忙个两三时，我讲讲唔对，啊，正好讲啊，要怎大家来怎？我讲到我足硬的，我硬。你讲你讲你讲，伊有看到阿嫂吼，阿嫂跟娜娜行出来哦，阿嫂跟娜娜，同学们知你什么名？阿嫂跟娜娜是什么名啊？嫂跟呐，日本人哦，这边变日本人了对吧？嫂的，啊好，不要紧，要讲大家来讲，啊过来就是阮爸，恁爸，嘿，啊阮还有一个卖面的叫做阿老。哎，阮爸解了阿罗无，爸解阿罗。喂，要讲大家来讲，还是错咯？嗯，那我啦错咯。啊，要讲大家来讲，伊嘛阁看到一个瓦力，甲到李娘行出来，你知在前面瞄。瓦力甲李，来，好大你用台语讲，我讲台语讲，要讲大家来讲啊。来啊，阿罗。我那个李龙，哎呀，这李龙先生姓李名龙，这是一个真好的人，什么都唔敢讲。哎，你这邪恶，你想对倒去？对对对，你上纯洁，安尼好不？系啊系啊。我跟你陈志明跟林春娇哎呦，陈志明跟林春娇。陈志明，陈志明，林春娇，陈志明，陈志明，爱到林春娇，陈志明，陈志明，爱到林春娇，陈志明，爱到林春娇，志明，志明，志明，叫做陈志明，我的春娇，春娇，春娇，叫做林春娇。陈志明，陈志明，爱到林春娇，陈志明，陈志明，爱到林春娇，陈志明，陈志明，爱到林春娇，陈志明，爱到林春娇，陈志明。你是进不了，在这边你就等一下，在这边你就听到了。叫！这有歌呢？这有歌。当然嘛有啊。志明甲春娇在上新呢。听讲你作词作曲。系啊系啊。那你会赢未？足赢的足赢。我足赢。我那八家都阿老，八家阿老。好啦，好啦，老关张三人去拜访诸葛亮。是。上落去，到了现在，紧讲落去。是的。刘关张三人如何三顾茅庐敬仰诸葛孔明呢？玉玲珑下段说给你听。你老兵是一介平民呐，竟然会使变作一个皇帝，实是无简单。但是到底佫有甚物方法来攻破汉朝呢？这个非常的简单，只要大家甲我喊一下啊，安尼就会上光复汉朝咯。你怎么是？唔是啊，你是唔捌听人讲过啊复汉哦，啊复汉哦。这个时阵，关公的恭维啊！哦，我手中有一些单子，大家拿去填一填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光复国土喽。关公是个身板了，为什么单子填一填就可以光复国土？按你要干单呢？哼，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有一句话叫做“填单复国”吗？小伟啊，啊！好啦，老关张三个人去拜访诸葛亮，是上落去，到了现在去讲落去。是哩，因三个人到伊了后，发现眼前是哦，用一间这个茅草所起的厝，嘿，因就感觉讲咧，哎呦，真奇怪，马上就跳瓦去咧，出来个弄门个夹唱歌。敲敲门，你在不在？有人说你没回来，满园花儿为你开。你为什么不来采？嘿，敲敲门，你在不在？哇哇哇哇哇！还敲厝的门，袂使弄伤久，弄到规个破皮，爱赔钱真麻烦。无偌久，未来底一个东主行出来，开门表示，咱讲这个诸葛亮并无伫咧厝的，同阿因三个人只有武功离反。就在第二天，哇！因三个人真有耐心，又过来咧弄门啊。敲敲门，你在不在？别来。咱有弄过，已经歹一半去啊。你即马搁弄了，咱即马查拉来凊彩去行啦。嘿嘿，即马来吼，这个诸葛亮
完全是无出门，无来见。哎，啥害咯？三个人那是无主角人的帮忙，功夫大业恐惊正派成功，惨了惨了，三个人惨了。呵呵，就在第三天，这老馆长三人同款嘛是真有耐心来到这个主角人，喊因到来弄门。吼、哦！啊，这个主角人哦，看到因这么有诚意哦，连续三天拢来见，终于出来外口，要来跟见面咯。主角人终于出现咯，精彩故事赶紧继续讲落去啊！是哩，哇！这个哦，主角人哦，为这个厨房内底行出来，边开口来对因讲话。主角人讲啥？啊，你这里白雪，你别跟他走咯。喂，主角人，少罗是你咧讲哦，他不是啦，少罗。喂，发生什么代志咧？讲话紧。哎，那是诸葛亮，哎，这边是诸葛亮，莫我白讲，讲正经的啦。好，无正经的谈讲。莫买。买，买我给你去做钱，好无？拜托的，咱们拢举起来较危险。哇，真正气势高，唔是安尼。这诸葛亮看到因安尼哦，这么有诚意，二话不讲，当场就马上答应来做伊的军师咯。但是面对现在这个局势，主角人有什么计策来解决吗？啊，是的，话若要讲透气啊，目屎是飞袂离啊。一个主角人决定要去东吴劝说这个孙权，要来跟伊联合来对抗这个曹操。啊，这个孙权嘛，因为呢，这个惊曹操打过来，当下就答应要来跟这个刘备来联军咯。哎呀！虽然是讲两军要来联合，但是兵力依然不及曹操大军的一半，因敢有赶紧来想办法呢？哈，是哩，就在隔江所有人集合在军营内底咧商讨这个对策，这个时阵关公就讲话啊，哦，我手中有一些单子，大家拿去填一填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光复国土喽。关公是想想办法，为什么单子填一填就可以光复国土？那你要干什么？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有一句话叫做田丹复国吗？笑的啊，田丹是一个人的名，不是拿单子填一填，卖乌白讲。你敢管哪里这？这是关公伊个人的风格。好啦，到底是想了什么款的计策无？哎呀，这个哦，诸葛孔明在此当然嘛是有对策啊。这个时阵，诸葛亮开口讲话了。我看你跟恁爸到底哪？不是啦，我你去跳。我安尼都在跳，你免跳，这是我个人的习惯。好啦，安尼好，这个主角讲话咯，安尼好。喂，我讲，你讲，这个赵军虽然有几千万人，但是只有习惯打陆战，所以只要咱用长江来做兵将，行水路，逼赵操用水战，安尼一定会在阻止赵军南下进关呐。果然不出这诸葛亮所料，在修建那一天，赵军因为不习惯这坐船，所以每一个兵啊刷来头昏昏脑顿顿，破病连连，根本就已经失去战斗意志咯。哎呀！所以讲这诸葛亮真正是心机妙算，伊所以其实要安怎来进攻呢？是的。此时，这个诸葛亮下令射这个火箭来进攻，而且施展法术照来这个东风，和这个火箭愈射愈近，火势愈吹愈大。无外久，赵军所有这个船拢给烧了了，尸上无数，纷纷走转去北方咯。这场的战争就是历史上最出名赤壁之战啊！哎呀，水啊！有够水的，尻川连大腿，安尼做错将军了，都唔敢阁笑上江南咯。是的。赤壁之前了后，荆州被这刘备锁定，无外久又搁处置到益州，而且朱棣被汉中王带落去，以为着要延续咱这汉朝。今年本来称帝为这个蜀汉昭烈皇帝，以这个北方的曹操甲南方的孙权来三分天下咯。哎呦，嗨，这刘备是一介平民呐。竟然会使变作一个皇帝，实在是无简单。但是到底佫有甚物方法来攻服汉朝呢？真非常的简单，只要大家甲我画一下啊，安尼就会上光复汉朝咯。光复汉朝啊！就是该光复，这就是变魔术咯。唔是啊，你是毋捌听人讲过阿富汗咯？阿富汗。哎，慢了，好了，
好啦，你穿麦克也起来了，系啊，你穿也起来，我卡正起来那里是，哎，拜托我，这個、老兵哦，伫江南哦，真正是一个真出名出名的人哦。但是你敢知影，咱历史上嘛有真济人哦，在地方上哦出这名人的范例了。咁有？有啊，迄、那个所在出一个名人，我讲给你听啦。亲像咱妈祖上出名，什么人知？这样。妈祖婆。金门上出名的金门王，西门町上出名的西门庆，金城上出名的金城武，河北省的承德上出名的承德荣。请教请教，现在讲讲要叫你讲讲嘛晓？嘿，你敢知这個中华民国上出名什么人？国父啊？是中华民国中华健。那是周华健呐，对啊，周华健呐。阿伯讲大哥，声音变一下就听我变了，对吧？是。阿你咪讲男的哪一个？你敢知这江苏省的吴奇隆出名什么男吗？唔知咧。我跟你讲，阿都吴奇隆啊。知吗？我跟你讲，你看南京上出名什么人吗？唔知咧，什么人？你唔知啊？阿都诶，南京梅啊。哦，你做搞，你做搞，你看。台中有一个很出名的新闻主播是什么人？新闻主播是这样？台中人啊，台中人啊。哦，台中人，台中人啊。阿你我跟你讲，最后我问你一个，在淡水有出一个真真正正出名的人，你敢来想？淡水出名什么人？你唔捌听过吼？淡水边。嘿，你好，继续笑我。花衣有玲珑啊。阮是可爱的女巫，生做是国粹啊，当元帅。祝恁美满又快乐，后回来收看，欢喜又玲珑。